焦虑都洒在你面前。我是混颠倒错乱的心。宋佳本人蛋卷头教程，大家要不要 get 一下？我们先把头发分成两层，把上面一层先折住，先夹下面那一层。层次多了之后，你头发就会看起来更蓬松，发量就会显得更多。每次拿这么一小缕头发，我们就这样夹，不用夹太久，然后在下面第二个间隔再夹，再夹，然后在发尾稍微带一下。哇，一个非常好看的蛋卷形状就卷好了。同样的发量，是不是这边卷过蛋卷的，看起来就是头发会更多点？给大家再讲解一下，我们比如说第一卷是在这个位置，是吧？我们第二卷就不能在这个位置，一定要在中间交界处开始卷，它中间的那种折痕才会自然，才会真正是那种波浪，不然就是这种乱七八糟的折痕。很多人蛋卷棒不会用，就问题出在这里。其他没难度，都是有手就会。